展演围绕心相约主题，共分为三个篇章，邀请穗港澳三地的文艺界代表参演，以歌舞、武术、杂技等形式，彰显港澳同胞与祖国同心同德、同向同行的坚定信念。我们这个广州同学院有六个团，文化艺术家们就是通过歌的激情、舞的力量，还有文化的魅力，共同来庆祝祖国75周年的华诞。确实是来自各个团、各个领域的这么一些表演的这些嘉宾，其实在排练的过程当中，更多的是挺融洽的。综合我哋广州个各大门类嘅艺术，体现到艺术嘅传承、人才嘅传承。嚟到广州，唔想走。唱一首好特别嘅歌，叫做《嚟咗唔想走》。咁里面嘅歌词咧，亦都系包含咗好多广州嘅一啲嘅文化啦、旅游啦、美食方面嘅嘢咯。咁其实都会几得意噶。有啲咩谂法咧？大家交换咗呢啲咁嘅节目，我觉得系最好，系做到呢啲建设呢啲咁嘅桥梁。但我发觉咧，透过音乐咧同埋唱歌咧，系拉近咗我哋个距离好多噶。例如我自己唱《爱你中国》嘅时候咧，咁我自己都会有一种开心啊！我会觉得作为一个中国人，我非常之骄傲啊！今次展演是广州海外联谊会和瑞籍港澳社团合作深入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精神，共庆新中国75周年华诞的创新举措，以社团力量增强港澳同胞家国情怀。咁就希望能够通过文化呢个传承，大家希望咧能够就融入我哋呢个港澳大湾区建设，融入呢个国家发展大局。我哋广州市11区啦，我哋香港啦、澳门嘅朋友个个都好响应。呢一啲活动真系好难得，每一个人都系真系摆个心，真系呢个心咧，所以就真系同心圆。大家用心去做呢个活动，我好欣慰。我做呢个统筹咧，做得好开心。广州美食定挂挂。好精彩！今日系比较多广州嘅朋友带嚟咗好多视觉冲击啊！睇啱先睇嗰个节目，真系介绍翻广州啲美食，我真系好想翻上去广州食翻碗肠粉。我觉得跳绳嘅节目最好睇。希望多啲类似咁嘅活动，多啲嚟香港，令到更多嘅香港人了解祖国。呢个系广州同心丸文化交流品牌首次喺香港亮相。广州同心丸将会以今次穗港澳巡回展演作为契机，打造更多优秀作品，讲好湾区故事，讲好中国故事。